蔡徐坤15岁时的一条留言火了， Akon 集体跑去张子枫微博观光。令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蔡徐坤15岁时就已经表现得非常主动，曾在张子枫的微博下留言美的哦。12岁的张子枫之所以被15岁的蔡徐坤关注到，不仅是因为他们年龄相仿，还因为张子枫是位既漂亮可爱又非常有演技实力的女孩。尽管两人这么多年一直都没什么交集，但想必在那段日子里还未成名的蔡徐坤是十分欣赏张子枫的。而如今随着蔡徐坤的人气不断高涨，他的这条留言也火了起来，大批的蔡徐坤粉丝纷纷跑去张子枫的微博下面观光，想看看蔡徐坤当年是怎么撩妹的。本来蔡徐坤是像网童张子枫一样成为一个实力派演员，没想到现在却走上了流量偶像的道路，虽说有些背道而驰，但至少都身处娱乐圈里。若蔡徐坤想将15岁时的留言板聊发展成真人见面，相信这也不是不可能。